Hello， 优酷全娱乐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志翰，在《山河令》当中饰演的是周子舒。Hello， 各位优酷全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龚俊，在《山河令》中扮演的是温客行。我们先循序渐进，好不好？我这个没有，先彼此休战一下，我手已经模式换、哦、锤击。哇、哦，我的妈呀，就不要加了，好不好？对大家都好一点。哦你这个没贴紧，我动了呢。贴紧一点，别按了，大哥，我求你了。我对你做的哪件事情会让你想跟我做朋友呢？哪件事儿其实想让你跟我断交？初次见面并不想和你成为朋友，没有一件事情让我想跟你成为朋友。那从什么时候起想跟我成为朋友的？让我好好想一想。忘记了吧？从你给我炖鸡汤开始。为什么龚老师每一部戏都要脱衣服呢？没有啊，好吧，身材好嘛，没办法。没有，有些剧我也没有脱衣服，不是因为上一部《火焰蓝》脱了没？没有。确定吗？确定。你压死我是吗？我对你直下、直写、直礼、直敬，腹肌还有旁边女生练的那个叫什么？三个字 ，salute， 两个字 ，respect。什么险恶？人心险恶。龚老师说的对，鹅锥、鸭锥，弟弟被鸡锥，弟弟被鸭锥，弟弟被鹅锥。三个字，4月1号。桌子啊。